第四不啊四，谢谢啊不啊有保存啊返回运行啊一千二好。好，第一代肯定是1000克的公分，那还没下来的啊。好，我们就这里面就让它加料，这里面这个拉磨原石估计还要，还要加。代仓是多长？320。320。加0.2。啊，320。好，这个夏末拉磨原石呢，变成1.3了。啊，因为袋子长了。好，这它速度就自然会变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就可以下料室了，开机。好，记住前面这大哥。先把那下料一关，它切完最后一半就行了，这是可以的。多少的？1200。OK。这有空吗？水还能撑起。